甜綠綠綠綠都甜啊！我架 Benz 喺度啦，啊呢、這個唔係 E class 嚟噶，係 C class 嚟噶。C class 係 for 自家嘅樂趣，要請司機咧就要用 E class， 甚至 S class 先有樣似樣噶。自己揸又冇請司機 ，C class 就唔會俾人誤會係柴可夫啦。咁樣最唔會俾人誤會嘅柴可夫嘅，咁佢係古啤啦，所以咪要揸個 Honda CRZ。我夜晚去出去 red 咧，一定係揸兩門車噶，因為一般人好似好多人好似點咁好見識噶嘛。揸個 Benz 出去，佢以為所有 Benz 都係請司機嘅，好難解釋噶嘛。你土包子大鄉里唔識，好多人都唔識噶嘛。係嗰啲有級數，要明白呢個道理㗎，好心理啦。嗱，依家咪要出去啦，又要出去 wet 啦，你行唔得咁多㗎啦。啊，出去啦，啊，出去 wet 啦，你行唔得咁多㗎啦。